老师接驾，请三位逊尼。阿弥陀佛，大家请坐。
在做了，你上次说正在做，现在正在做，因为正在做了，它基本上它就是四种作用，我们讲它作用，作用就是习真观中，习真。这个是婆罗门里面他是这样说的啊，他的咒术里面阿爸佛会他这样说的啊，习真观住啊，这上次我们讲的啊，习真习除灾苦啊，真福真寿啊，类像这样的啊，好来就是令人敬安啊，住就是远离这个恶缘，或是消除这些恶力恶缘。好，那、所以啊，这个是在讲到婆罗门众咒术，或是一些外道他众咒术啊，婆罗门外道基本上都有持咒的。四倍陀里面有一个就是专门讲怎么样练咒的。那么这一部分后来就到佛法里面来。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理解一下，就是说早期。《阿含经》的时候，佛陀时代他基本上是不持咒，持咒是婆罗门的习惯，啊。那么原来的雅利安人其实也没有持咒，后来原住民就是达罗维图人征服了之后，把它变为戒律，又吸收了一部分达罗维图人的文化，那么就是咒，然后就变成四维图里面的阿大佛维图，那里面就是讲咒术啊，怎么念怎么咒，怎么念怎么咒的啊，这些还有什么后用的啊，那不依赖这些作用。不离开这些作用，但是啊，从大圣或从佛陀的道理来说，这些咒术不是没有作用，但是有更不好的副作用。那重要是你念咒的心，我们说过，那因为现在的咒变成我们佛教徒的许的愿，那么我们平常里面有很多很多咒，那不管做早晚课做什么法会，我们都会念咒。那怎么办呢？我等一下我们再来讲。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咒到底是怎么来的。那咒跟陀罗尼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咒是不是就是陀罗尼？那么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先把它弄清楚。那先讲佛陀的时代对咒的看法。好，那这个在《阿含经》里面在中阿。波戒经啊，就两部经里面有提到啊，一个是波戒经啊，就比较清楚的提到啊，中阿含波戒经。他说啊，这个佛跟阿难讲啊，有这个道理，有没这个道理，必有是处，无有是处的啊。啊，他说，诸有招式啊，诸有。遭遇啊，一些不好的事的啊，从那个有没有的啊？诸有遭事，灾患有情啊。像我们华为很多都是除灾、除患啊、除苦啊、除难啊，有情。诸有遭事灾，就是你遭遇灾患有情之事啊，你遭遇这些事。假设有一些人遭遇了灾患忧戚之事啊，遇见了这件事，遭遇了这件事，那么恐怖啊，就是有恐怖忧戚的事啊，会让你恐怖忧戚的事啊，灾患忧戚恐怖之事啊，比一切啊，从愚痴生不从智慧生啊，就是这一些啊，他讲比一切从愚痴生。就说你为什么这些都是果，这些都是果报，是就是一种果啊。比如说我的生命，它已经呈现出来，它是一种果。那这种苦果到底怎么来的？啊，就是我们会遇见的事啊，一般是这样，恶缘啊，像这个就是要增加善缘的，这个是要去除恶缘的啊，这个是增加福报的。这个是习除灾难的，这个是增加福报的，
这个是增加善，这个是增加恶缘。好，那么这一些他们都到过啊，它叫恶缘、恶果、恶缘、恶业、恶果，它基本上是这样。那这些事基本上都是果报啊，恶果就是苦果啊，恶果它就是苦果啊，就是指这一些灾患、凶器、恐怖啊，这个是苦果。那当然，善缘善业，它就善果。那么这些一定是有恶因，恶因啊。那我们说过，那么我们之所以痛苦，最关键的是什么？十二缘起最初的是什么？无明。对，无明就是不明白道理，从不明白善恶，不明白因果，不明白业报啊。然后很多人不明白，然后最根本的不明白是不明白什么？不明白无我啊，其实是要啊啊，那你们慢慢都来说了啊。那所以这一些，你看他说，比一切从愚痴生，从无明生啊，所以无明是一切的根源。那他这里在跟你讲这个，就是告诉你，你要解决方法，就回到苦集灭道了，怎么样？你要解决方法，要得到正确的方法。那你必须先有正确的观念，你才能够用正确的方法。那你现在你这些苦果，你这些恶缘，你要增加福报，你要吸取灾难，你要让别人敬爱你，你要让别人不讨厌你，讨厌你的人都不再讨厌你，喜欢你的人更加的喜欢你。那么你是念个咒解决的吗？不是。所以那个不是因，那个不是因，就是你的苦集灭道集，你没有找到正确的原因啊，就好像你口渴，你要找到干净的水。那么你如果找到的不是水，找到的是酱油，就越喝越渴。好，你找到的是水，更甚至是海水，你也会越喝越渴。好，最怕的就是你找到这个水，它有毒，你解渴也解渴，但是没有多久。就没命了。好，所以他这里是在讲作用跟副作用啊。那好，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咒语现在对我们影响很深。从明清之后，明清以前还没有，在佛陀时代没有，佛庙就开始有了啊。但是这个佛在的时候就有了啊。但这个咒语，我们再来讲这个咒语到底怎么来啊？那最重要的就是，过去是这样。后来是这样，那现在是怎样？那我们应该要怎样？最重要是这样，因为佛法都是认识问题在哪里，然后它不是只要认识问题而已，它重点是要解决问题。那不是解决别人的问题，就是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佛法最主要的啊。所以很多不管你读了什么印度佛经，你最终都要回归到。我学习了这个佛法之后，我认识了什么？我明白了什么？我解决了什么问题？我得到了什么殊胜？这是什么功能？什么作用？啊，那么这些要明白，这个是我们学习佛法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他说，你看啊，这是当时跟阿难讲的，因为那个时代，其实婆罗门跟一些外道其实都有持咒，我们的原住民也有咒。台湾的原住民也有咒啊，他咒也有灵验哦，啊，但是有些有符啊，就中国的文化比较重符，符也是有灵验的哦，不是说没有也有啊。你看基督教那样圣水，其实也有作用的哦，也不是没有啊。好，他说比一切从愚痴生，就是不明事理啊。所以无明有很多，就是所以。佛教讲学佛的人，第一个要有四种正见，世间的四种正见，哪四种？业报、过去、前世、来生。你们都快可以上来讲经了，就是世间，你看他就讲这个啦、啊。你看连结道起来就是这样、啊。你这个业怎么来的，好不好？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念咒的时候，不管它好不好，反正念了就有效，也不知道怎么有效的
啊，人就是这样，然后所有的咒文会解决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可以灭罪，他是怎么灭罪的？啊，真的有灭罪了吗？平常时你也不知道，啊，那你不知道他怎么灭罪的，反正就是能灭罪，啊，那不可以这样，很多东西要清楚，而且要有道理，所以这个有利有利嘛，有道理就是有利嘛，有意义嘛，做这件事有意义的，而且实际上对你产生好的作用，有益有利啊，其实是这样的。比一切从愚痴生，不从智慧生。就是这个人没有智慧，这个人不明事理，不知善，不知恶，不知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知善是怎么样来，会形成怎么样的善业，恶是怎么来，会形成怎样的恶业。那不知道这些业，它的影响。可能在过去，可能在未来，现在没影响，但是以后会影响。啊，现在没有做，但是你以前有做，现在才影响。啊，所以我常常觉得，啊，有时候我会觉得啊，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又不会怎么样。我告诉你，这种观念好像没影响，反正试试看吧。你说啊，这个念个咒，拿个符咒回去吃，啊，给你洒个水消灾，啊，反正我也没什么损失啊。我告诉你，你真的没损失吗？你损失了什么？证件。对，你损失了证件，减损了什么？减损了智慧，增加了什么？增加了邪见。怎么没有？可是现在看不出来，但是渐渐越来越细，你就越来越邪见。当邪见坚固的时候，你还有普及灭道吗？没有，没有，你还有缘起吗？没有，没有，对，是吗？你们都很清楚吗？真的啊，真的就是这样。真的，我看见很多佛教徒基本上，他们觉得啊没关系嘛，周围没什么损失。我告诉你，你损失的可大了。而且在你来世的时候，因为你的缘都是在外道，都是邪见的缘，都是外道的缘。不是正见的人，所以你来的时候遇见的人都是这样邪见的人，都是这些坏道的人，都是相似佛法的人，你很容易就相信这些相似佛法。为什么？啊，你过去就这样相信了，对不对？你过去就随外道缘，你缘在哪里，你业就在哪里；你业在哪里，你缘就在哪里，是不是？是啊。所以你这一次如果没有办法坚持你的正见，先把道理弄清楚。你生生世世啊，我告诉你，你就混沌不明。你要有证件的，还离得很远。你没有证件，怎么可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没有。那这些也会有感应，我不是会有感应吗？会有感应的。啊，但是越感应，你就越邪见，因为越相信嘛，很简单嘛，对不对？啊，所以你一定要理解佛法的道理。那不要只是图感应，这个很危险，要明白道理。好，那这样我们现在讲佛陀时代到底是怎么说的，然后之后你要知道佛弟子很多都是从外道来的，啊，刚开始没有佛教，啊，很多都是外道，然后有一些外道习气比较重，他会把外道的观念跟习惯带进来。现在没事啊，比如说你外道进来的，啊，他就习惯念弥勒菩萨，对不对？他喜欢拜弥勒佛嘛，啊，那他喜欢吃素嘛，啊，那你吃素就是功德嘛，不为就是功德。然后你或是你从基督教来的，然后从你什么，反正你从其他宗教来，他们带有那种习惯性。那在佛陀时代就有，在佛陀时代，那你平常吃粥吃习惯，也有一些理念啊。比如说我们以前有一些同学，他是居心啊，就是基头出身的。然后他刚开始来出家，而且他出家还是那些三太子啊、王母娘娘就他来出家的，所以他偶尔还会带这种习惯，啊，然后那些还会找他，会啊，然后他就偶尔还是会有这种习惯，但是呢，你如果没有慢慢去除掉，那你就这种习惯会带来这样一生，啊，那所以你学习佛法之后，渐渐要把这些去掉，不要养成习惯，你要养成就是佛法的习惯。如理思维，专接
心思维、做作思维的习惯，第一个要先努力，你没有道理，你后面的都很麻烦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他说，所以他告诉我，一切的苦，无明是根本，无明是不明啊，四种正见啊，有善有恶，不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啊，有善有恶，然后善一定，善跟恶一定有什么？会有业，就是有影响。那业成熟一定会受报，所以说有业有报啊，这很简单，有业有报。啊，我们反复说，反复说，后来你们就很熟了，真的就不用背啊，你就很知道啊，就马上会就可以知道。那你在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从这个地方去思维啊，就佛法悟心啊，那么心影响这个行为。就带动你的身口意清净，就算不清净，它也渐渐清净。其实这样，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有业有报。然后这个业报，这个业跟报，这个业一定形成报啊。就善应该是这样的，善有善业，恶有恶业，所有的善恶，不管是身口意的，都会形成业。业就是潜在的影响力。那么这个业，这个业。成熟要成熟，他就会受报。要成熟就受报，成熟会受报。如果不成熟呢？等待因缘，等待成熟，善恶都一样。所以修行要成熟善根，这就是这样啊。菩萨道，菩萨道要成熟众生的善根，一样道理，就是要让善业成熟，让恶业不成熟。那怎么样让恶不成熟？你心不相续，业不相续。它就不成熟，怎么让它成熟？心相续，业相续，它就成熟。所以，我们跟正见心相续，正见的缘相续，正见的业相续，我们就会正见增上。那么，正见增上到了一个层次，它就会见法、见缘起、见果得无生法，是可以的啊！你要有这一生不可，可能啊？问题是。问题是你有没有用对方法？好，那么有业有报，那报可能在过去，可能在未来，可能是现世报，所以它就有过去有未来，啊，有过去，一般人只是看到现在，啊，那这有过去有未来，啊，但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啊，但是一般只看到过去，啊，有过去有现在未来，就是它成熟会受报，报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那么只要是过去的未来，好，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你超越这一些，那么无漏业成熟，就是有什么有繁有盛，因为修行就是知道善知道恶，累积善业、无漏业、净业，然后看未来，现在是繁，过去是繁啊，比如说过去现在过去是繁，但是未来是什么？未来就是盛。有烦有胜，超凡入胜。那么未来，所以你未来可以解脱，未来可以解脱啊。那过去你是烦，现在也是烦，但是未来有什么？就成为胜。为什么？因为从这里开始正见啊，要正见。那你如果不明呢？正见是明，所以阿含说明相应跟什么？无明相应。你这个法到底是明相应还是不明相应？是明相应还是不明？就是无明相应。就明相应，久而久之你就生；你不明相应，累生累劫就什么？就法。啊，很清楚啊。所以，因为我们现在讲到众多问题啊，我们要讲到这里，诸有遭遇。灾患、忧戚、恐怖之事，啊，这些都是在讲这件事的。比一切，这个是我，这个是我，恶果、苦果，这个都是苦果，啊，这个都是苦果。灾患、忧戚、恐怖之事，那么比一切种一次生，啊，你不明，不知道三恶业报，所以你看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这个苦从哪里来，为什么有这个苦，这个苦要持续多久？你只知道我念的这个咒就可以除这个苦，这个就是什么
愚痴。哎，这个是很多佛教徒的问题哦，我告诉你，真的。啊，好，对，我们怎么样？那我们现在做，我们怎么办？后面再来讲啊，我先把这个讲。我很多事都是要每次强调啊，强调强调，强调到最后，我不用强调，你自己强调就知道哦。我讲前面你就知道后面。好，你看啊。把这个再擦掉。他说：“不接近。”
不知善恶不知念佛吗？这个是错误的，但是多数的佛教徒都这么做，都这么做。啊，我看过的，我觉得至少有一半的佛教徒会相信这些事，至少一半是很保留的哦。啊，我算是很给佛教徒面子哦。啊，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这种道理啊。如果你现在这一生都给他弄清楚，我告诉你，你下一生你要随波逐流。随的就是世俗的、外道的，啊，相似佛法，你就在这边投出投没，投出投没，你一辈子都在浑浊污染的河水中，而不是在清净甘甜的法水中。我告诉你，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这一生学过，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你生生世世都会受这个问题的影响，因为你的心就是你的业，你的心就是你的缘啊，那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第一个一定要先建立正见，依正见起正思维，依正思维带动我们的身口正语、正业、正命，然后采取正精进修正念正见的结果。其实是这样啊，这个是不变的规则，那么很重要。好，我们再把这一东西再看。他说：“若见利人，信普论其中的，终无是处。”没有这件事，不会有这件事。如果有，那表示那个人怎么样？不是见利，不明佛法。你说他正见，你说他正见，等一下，他说：“哇，这个马祖的里面要不要抽一支签？”啊，看看我的善知识在哪边？他说：“信这个，你绝对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那包括风水、地理，我常常讲，地理再怎么有道理，地理再怎么有理，都不如天理。啊，真的。啊，那么天理再怎么有理，都不如道理。”那你一定要先相信道理，道理是什么？缘起就是道理，业报因果就是道理。啊，孔子也讲了，祸罪于天，无所道理。啊，一般他都是啊祈祷天嘛，求天赐灾，这是你违反业报的道理啊，你祈祷天也没有用。啊，类似像这样，好，我们再来接着看，若见利人。祸罪于天啊，无所道。祸罪，因为你是跟天祈祷的，但是你祸罪就是你不，这天就是天理啊，祸罪于天，就是你行，你天是行十善的，但是你行不是善，你行十不善，却要天降福给你，没有这个道理，无所道，你祈祷也没有用的。那么其实这个字就是说，你如果不照道理来，你求佛拜佛，佛也不能保佑你，很简单的道理嘛，对不对？你不遵照佛说的话，你单单这么念佛拜佛，哇，你就这样可以念一声佛，福真无量，拜一声拜拜佛，你就罪灭而杀，哪有那么好？你不照佛的话，对不对？你我们不要讲什么，我们现在就跟三皈依都做不到，皈依佛。向佛学习，而且终不皈依什么天魔外道。哎，我们这边皈依天魔外道的功德是哦，不是我们这边南无佛教讲的啊，讲错了，讲错了，就是佛教徒皈依天魔外道的功德啊。等一下信这个鬼，等一下信那个鬼的，等一下信这个神，等一下信那个神的啊，真的什么都信，就是不信佛法。怎么都学，就是不学佛法，真的就很麻烦啊啊。那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同学去到我们那边下面吃，然后他喜欢给人家算命嘛，然后就跟人家讲啊，人家常常在带他去这个看这个风，看这个风水，他也会帮人家看，然后看这个屋宅啊，凶宅吉宅，那这个方向好不好，有没有冲到什么啊？
然后他就说这个是佛说的。我说这个可能怎么可能是佛说的？他说有一本经叫做《天地八阳神咒经》，你们看到这本经，这个你没看到？哎，这个有些人信哦，《天地八阳神咒经》好像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念错的话。这个也有人一再接连，我有看过。那么他就讲到这个风水啊，这个南方啊、青阳啊、白云啊，这个中国的观念，哪地国家的观念啊，然后就会怎样会怎样啊？他说这个是我说的，我说这个不是我说的。然后，所以你看，很多人不了解到啊，不是在什么方位啊，没有啊。如果你是个善人，你在哪里那个地方就是善人；如果你是个恶人，你到哪里那个地方都是恶的啊。风水东西是这样的，它是随着这个人在哪里啊。那么善处是因为有善人，道场是因为有道人，道人是因为有道心啊。如果没有道心，那个就不叫道人；没有道人，那个就不叫道场。那并不是有人就在那边修，他就叫道场，可是他修的不是道啊，他也是道，但是外道，那你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啊，我们再来看看。啊，这样不经常讲，就让你找到方法。好，他说：“中午是出若凡夫人。”你看，他就来对了，鉴定的若凡夫人，那就是前面的多闻之女子啊。若凡夫人，假设凡夫啊，就凡夫是这种没有多闻的啊，不是说你还没成圣。但是他就有可能被影响，因为他的政见非常具足啊。若凡夫人，信普问吉凶者，信他相信啊，那就没办法说，因为他都不懂道他世间的人啊，信普问吉凶啊，这个就是比较经里面讲的啊，星宿啦、观星宿啦、算吉凶啦，一大堆的啊，吉凶者。必有事处啊，才有这种事。必有事处啊，你会看到一般世间的人其实相信这个的。那我们如果来看，就是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啊，因为法就是不颠倒，佛就是觉悟啊，皈依佛，向佛学习，从此过觉悟的生活，不再迷迷糊糊过生活，皈依法，依法修行，从此过正当的生活。不再颠颠倒倒过生活，过一生呢？一生和和，从此过清净的生活，不再过烦烦恼恼的生活。你没有正见，你的生活其实就不是正确的，不是正当的，因为没有正见，你就是迷失的、迷茫的，而不是什么觉悟的；你就是烦烦恼恼的，而不是什么清净的。你看，皈依三宝，我告诉你。很多人都做不到，皈佛终不皈天魔外道，皈法终不皈外道邪说，皈身终不皈外道邪咒。我们是偶尔皈佛，常常皈外道；偶尔相信佛，常常相信外道说。真的，你看我看到的佛教很多是这样的啊，一天24小时，如果你多数的时间其实。顶多给你一支香皈依佛，其他的都是皈依世间跟皈依外道，你相不信？自皈自己就好，是不是？现在改过来，那个比例要因为渐渐给它调回来，调到完全皈依佛，一下子没办法，至少皈依佛的时候要比皈依外道的多，相信佛法的时候要比相信外道的多。学习真正佛教徒的生活，而不是变成披着佛教徒外衣的外道，这个很重要啊！自己要这样告诉自己，自己要这样勉励自己，久久之后，你就会肯定自己，真的啊！要不然你对自己是没有信心的。常常都是向外求，
星球神啊、佛啊、当然很多很多人啊，赐给我幸福啊，赐给我平安啊，消除我的灾难啊。这样的观念不是佛法啊，这样的观念不是佛法。为什么？一切从愚痴生，不从智慧生。你没有智慧才会有这些事，因为你不晓得什么因得什么果，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你不知道，你不晓得这样做到底是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啊，你都不知道。啊，那这个是很麻烦的啊，学佛要从这边开始。好，我们再来加高。啊，我要讲到这个，那个法师还跟我讲，这个是佛说的。他说你不能说这个不是我说的，你说这个不是我说，大藏经里面有，大藏经里面有不代表就是我说的啊，我前面有不是我们，不是有不是我就是我说的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啊。他说若凡夫人现普问及妖者必有是处啊。那么他说若生疾苦甚重啊，你看，这个是我们常常的问题啊。若生疾苦，因为我们没有苦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正见；我们没有苦的时候，我们都有正见。但是，一苦来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如果有人跟你讲：“哎呀，你这个病，你这个病是业障病啊，那么你必须要。”怎样怎样？我带你去见一个啊，一般都是道教的，或是那个什么通灵的啊。这个我看过很多很多出家法师啊，都拜那个通灵的为师哦。那个通灵的多数都是宇宙在家咒啊，真的我看过很多。然后他要去买道场，他要经过他老师，他是法师呢，他是人天师呢。但是他因为他没有办法通灵，他会通灵吗？我告诉你，通灵的不一定通道理，他不一定通理啊！啊，有神通的他也不一定有道理啊！真的啊，有神通的都会过三恶道，我跟你讲。啊，但是他就是以前我就见一个法师嘛，啊，然后他要去买道场，他也有出为师的书哦，你看，他讲为师的。道理也会讲啊，啊，然后但是他要买道场，他先去问那个，我记得他的老师在台中，啊，一个女众的在家的，啊，我说的刚才这个天地八十六经，他也去拜一个在家的，啊，反正都是这样的，不晓得，反正就是啊，就是没有证件就，啊，我们只觉得他很可怜，他也没办法，但是他也觉得我很可怜，啊，因为他没有办法亲近他这样的老师啊，啊，这就很麻烦，啊，互相觉得可怜啊。啊，他也以我邪见，我也以他邪见啊，这种东西啊，就没办法。啊，事情就是这样。好，那他要盖道场，他会先去问他老师，这个道场能不能盖在这里？盖在这里，道场会不会兴旺？道场兴不兴旺跟什么有关系？跟道人有没有道有关系，对不对？那什么是兴旺？人多就兴旺吗？不是，钱多就兴旺吗？不是，道场大就兴旺吗？不是，所有来到道场的人都能够认获得佛法的正见，能够从佛法的正见中得到什么？得到力量，能够增长他的道德，能够明白他的道理。其实这样，道就三个，不管是多道，它就三个：道路、道理，你怎么道德？圆满你的道德。清楚你的道路，明白你的道路，你知道道路之后，那么顺着这个道路修行，依着这个方法，道路就是方法，你就获得道德，道德就渐渐增加，渐渐增加，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到圆满的时候，就是法身圆满。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兴旺，那不是说人人都。一下子非常多啊，那不是这样，道场很大啊，不是这样。你要真希望是依着佛法，那个得到佛法的利益
啊，而不是像蔡司想像感情一样啊，不是这样，这个没有意义，这个意义不大。所以我常常讲，道场是有道人啊，明白吗？啊，我想过说啊会得罪人，但是我是道不是说啊，真的是这样。道场，这个叫场所，有道的场所。那么道场最重要是什么？要有道人，是不是？不是庙在盖，没有人，没有用啊。那什么叫道人？有道心，修道业，依这个道心增长这个道业。那道业就是道果的圆满啊。所以运顺老师有讲到，成果就是道果的圆满。儒家讲，智人有三大德，佛教讲慈悲圆满，慈悲跟智慧圆满啊，这个是佛啊，那这个就是道德圆满啊。那解脱道讲戒定慧啊，那得解脱啊，这个是这样。所以重点是有道心，依这个道心增长这个道业啊，那圆满这个道德，那么这个就道德。道人越多的地方，那么就越兴盛。那这个道人有可能是在家，有可能是出家，啊，真的，啊，这个有可能是在家，有可能是出家，啊，但是一定是人，啊，其他的不容易修，我告诉你，啊，他就是人，然后他道人，然后道人越多的地方，这个道场就什么兴盛，而不只是人多的地方。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慢慢都要自我期许啊，成为一个有道的道人，不要成为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道人啊。因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啊，敲木鱼早晚课。我告诉你，真正的道人不是做早晚课。是从早到晚都在做功课，但是一般不容易做到这样，但是要学习。你说我怎么可能从早到晚都在诵经念佛？做功课不一定是诵经念佛。什么叫做功课？对，你面对一切的人，你今天等一下回去，你坐在这边听经比较不会起烦恼，也不是完全不会，但比较不会。等一下回去的时候。看见这个，看见这个，等一下开车回去的时候，塞一个车你就起烦恼了，是不是？啊，然后回去又啊饿了，然后看见谁又不洗碗，怎么又起烦恼？你当你要起烦恼的时候，你能够觉察，让它不起；已经起的时候，你能够觉察，让它消除，让它减少。那个就是在做功课。那你怎么可能不时时在做功课？可以啊，月入初长，月不能动其心嘛，不是吗？你看到一切不如意的境，你都能观缘起，有因有缘世间起，有因有缘烦恼起，有因有缘痛苦起，有因有缘忧戚起，有因有缘灾患起，有因有缘恐怖起，不是吗？你见到的一切人、一切境、一切事，你都能够用佛法来观察，这个就是从早到晚在做功课。那么你那个定课就是让你常常升起那个心，让你在佛堂诵完的经可以一直让你维持，就像你今天中午吃过的饭，它在哪里产生作用？吃完饭之后让你有力气，等一下你整个下午都有力气，不是这样吗？你早上吃完饭之后，你到现在中午前你都有力气，可以让你走路，可以让你维持生命，不是就是这样吗？好，那你诵完经之后，那个道理一直让你能够明白。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外面慢慢啊，那个力量消失，但是又把它升起来。啊，早晚课的意思是这样，啊，是让你常常记得，让你那个法一直常常在心里面产生作用。那不是说那我吃完饭，啊，吃完饭当下好，那之后饭就没有作用了，不是。它正在起作用，一样的道理啊。但是我们跟吃饭不一样，我们通常是诵经的时候很专注，不起烦恼。诵完经之后就没有我的事了，就忘记了啊，就开始起烦恼。不是，要把诵的经拿来用，
那你说我不会用啊，我现在就在教你怎么用啊。啊，好，来看啊，若生疾苦，慎重啊。常常我看到的就是啊，当没有苦的时候，你以为你没烦恼，你以为你正见；一有苦的时候啊，这个令报那个令报，完全没正见的，人家跟你讲，啊，家财不平啊，然后爸爸生完病，换妈妈生病，妈妈生完病换你们生病，你家有住鬼，你这个符咒拿回去贴，把那个水加在米饭里面，别让他们知道，吃了之后鬼就会去了。我问你，你这个时候你信不信？会，谢谢。对，蛮紧张的。但是反正试试看嘛，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一试就变成主顾了，以后有事的时候，你就会找这个方法。万一有效的时候，你就惨，一试就变主顾了。真的，我告诉你，真的。比如说这个算命很有效，以后你一有事一定会去找他算，你信不信？他帮你处理过好一次，你就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灵，但是就是有效，你就会去找他。就算你觉得不对，你也会去找他。这个我见过很多人，真的。你能够坚持。啊，我之前有遇过一个，就是有一个故事也是这样，有的人做事犯重烟了，那有的人不知道是谁，反正就是有一个人类似啊，他很有智慧。那么他的这个大儿子生病了，然后就晚上梦见一个鬼来跟他讲，然后他不知道是谁，然后他就是有写那个史书的，啊，读书读到忘了啊，有写那个他在写历史，然后就是他要翻案。就是把那个原来他读那个历史，知道这件事其实不是这个人做的，你说假的补啊，你看这个很不容易哦。司马迁，不是司马迁。那么比如说假的补，那么这件事其实大家都说这是这个你做的，但其实是假做的。那么不知道，那历史上是写，历史上是写你做的，就是做恶事的。然后其实他后来发现其实是假做的，不是你做的，他就要写这个写书给他翻案，然后晚上就梦见这个假的了，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写，你如果写的话，我要让你的大儿子死掉。他大儿子生病没有多久，他说没有，他说我相信善恶自有因果啊，那么我做我应该要做的是善事嘛，我坚持做我应该要做的事。如果我儿子会死，那是他的因果。哎，业报是这样子的，啊，然后他就说，我还是要死。没有，过不了几天，他大儿子真的死掉。啊，大儿子死掉之后，隔天他又梦见那个鬼，跟他讲，你要不要改？你不改，你第二个儿子还会死。我问你，如果是你，你改不改？改哟。我就算不为我自己改，我也为我的儿子改。可是这么点，万一是真的呢？万一是真的，你没有证据。我常常在想，如果是我改不改，我可能也会改。但是渐渐，我现在不会改，真的。他会觉得说，如果是我死，那我没关系；可是是我的儿子、我父母死啊，那不行啊。那看起来好像真的真的有力量可以放我儿子死，但是从业鬼里面来讲不会啊。好，没有多久，他说那个人很厉害啊，他说我坚持不改，因为他发表了一段期间嘛，他坚持不改。过不了几天，他第二个儿子真的死，他总共有三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又死。我告诉你，第一次你还可以不信，第二次你肯定会相信，第一次会半信半疑嘛，对不对？第二次就深信不疑了，我跟你讲。那我们常常都会经历这种受苦的时候，我告诉你真的啊，我看过非常多。就算你很有正见的啊，一生病的话，做了病医不好，他说我带你去一个通灵啊，你会跟着去，然后他给你一些什么药，你会喝，就算给你符水，你也会喝下去，不要让人家看见就好。我告诉你，邪见已经在你心里面生根。好，我们现在讲这个人哦，这个人不知道什么，忘记他。我以前读印象非常深，我读了我就会觉得我能不能做到这样？
以前我会讲我做不到，现在我会讲应该可以做到，真的啊、哦！第二个儿子真的没几天又死了，他还剩下一个小儿子，他就三个儿子而已呢，还有一个小儿子。第二个儿子死了之后，那个鬼又先生跟他讲：“你再不改，你第三个儿子还会死。”我看到这里，我就替他捏一把冷汗。他说：“我相信自有因果，我相信善恶自有因果。”哎，我告诉你，这个正见真善这个不能有。如特别是你在受苦受难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啊。然后他说：“我坚持不改，我坚持做我应该要做的事，我相信善恶因果。如果他会死。”那不是因为我做正确的事他死，你知道吗？是因为我做了不正确的事波及到他，哪里可能因为我做了正确的事会导致他死？那这样不符合业报。就《般若经》里面有讲这个道理，《般若经》说有一个菩萨，以前我们到般若时候的时候有印象啊，他说有一个菩萨发菩提心要救五界众生，然后就魔王现身跟他说。告诉你，你不要发菩提心，你发菩提心会当众生的业，哎，有人这样讲啊，啊，那他们应该受的报都到你身上，啊，因为当众生的业，你看，他说现象有了，他你看，这些人在第一，这些人其实就是跟你一样想发菩提心的，这就到第二受苦了。你看了之后，你看了之后，你就说哇，会这样，那我还是不要。这个菩萨非常的正确，他告诉我，就算会到第一受，第一个他说我相信。我利益众生这个业不会堕地狱，我相信我利益众生的业不会堕地狱，从佛法上是这样的。第二个，就算我因为利益众生而堕地狱，我也甘愿。我告诉你，这个很不容易哦，你不要以为看今天不很容易，我告诉你，真事情遇到了你发不起来，真的啦。当我看读到《般若经》读到这，我就觉得这个菩萨不但是正见真善，有智慧又有慈悲，当然他不会因为这样。不会因为利益众生而受苦，只会因为伤害众生而受苦，因为我是这样子的嘛，所以他非常相信，绝对不会这种事。而且呢，就算有，为了众生受苦，我愿意。啊，这不简单啊！我读过了几本书，读到关闭系统，我不晓得啊。好，那你看啊，刚才我们讲到那个第三个儿子。第三个儿子还没讲啊，就后来他就跟他讲：“你如果再不敢坚持，我告诉你，我会让你第三个儿子再死。”他毫无畏惧，说：“我还是要做应该要正确的事。”结果第三个儿子有没有死？没有，没有。然后那个鬼就来跟他忏悔，因为那个鬼他有一些鬼通嘛。他已经知道他的第一个儿子跟第二个儿子寿命尽了，所以鬼哦，然后给命给鬼的下面，他有一些哦，就好像一家人儿子早走失了，然后他会冒充他儿子啊，像这样，他有一些鬼通，他知道他这个大儿子跟二儿子寿命将近，而且不久就会接着走，他就借此来恐吓他，真的。然后后来他就跟他忏悔，啊，他说啊，即使你大儿子跟二儿子都是寿命快尽，啊，他是借这个机会看能不能捞到一点好处，不要再让他就是把他的尸体抖出来，啊，但是因为他这样，他非常的敬重他，来跟他忏悔，啊，我读了这个故事，我也印象非常深刻，我那个时候就觉得，那个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我就觉得如果是我做不到，如果他跟我讲，你如果坚持要出家，你爸爸会死，你妈妈会死，哦，那我就不要了。你坚持出家去利益众生，啊，类似像这样，啊，或是你坚持做对的事，你坚持吃素啊，你就会怎么样？我告诉你，做善事不会有恶报，如果善事有恶报，那因果就没有道理啊，对不对？但是我们通常在这个地方啊，会说一下受苦跟慎重苦的时候，啊，我们再来看看。不可爱不可乐，
间苦会产生不可爱的，你不喜欢的，你希望赶快去除的。好，那就很多乃至断命最严重啊，断命失去生命。那有些不是你自己断命，是你的家人的断命啊，然后这个就麻烦啊，就我们很容易受这个影响，然后就会在因果事上拿捏不定啊。就是有些人，有些人他、啊、我之前也读过一个故事，就是这个人得了一种怪病，感应篇里面讲，不知道哪感应篇啊，我忘记了，他得了一种怪病，怎么医怎么医医不好。后来有一个人就跟他讲，你这种病啊，他好像跟舌头怎么样，他就说你那种病啊，要用麻雀的舌头，就很多麻雀啊，然后你用麻雀的舌头去做药，然后你要吃够几次，一次要到几百次的麻雀，麻雀的舌头小小的，然后去做药，然后熬这个药，那么才能够治好，因为他已经受这个病很苦了，很苦了。然后他希望病赶快好啊，因为苦有时候病起来啊，生不如死啊，真的，所以他赶快好。但是他是个佛教徒，你医你的病要杀那么多麻雀，你会挣扎。但是有些人就会自己安慰自己，等我病好了我再来放生。告诉你，你放生的业不能抵杀生的业，你要知道，你放生的业不能抵杀生的业。而且从佛法来讲，短命多病是什么？杀生。那你用杀生来治病，那不是？你就像病人有多，就是你本来要治病，会更加正常。就算病短暂的，你的寿命会更，以后会更苦，真的。但是一般人啊，也会这样想啊。但是那个人也很厉害，他说。如果要牺牲那么多生命来救我的命，那我不要啊！就是没有，或者没有他这个心，他反了没有多久啊，吃起药要跑了、啊。我就想起我自己，其实我就没有那个，那个时候还没学，啊，那个时候我不晓得，就是我们身体上有一些就是不舒服。那我妈妈都会炖什么呢？蛤蜊，你知道吗？蛤蜊，蛤蜊好像，蛤蜊，那就上我们家，那就叫蛤蜊了，就是。那种，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那个是活的啊，那个死了就打开了就烂掉臭掉了。那个吃一定要吃活的，然后买回来我都买，好像那时候是干布还是什么，我不晓得，好像就是买那个，然后回来要用水浸着，让它吐散。那个都是活的嘛，红火煮的，螃蟹也是红火煮，然后炖的时候就加姜。然后放到电锅里面，煮，啊，煮一锅那个汤就喝，我觉得我喝了好几锅了。你那一锅很多次呢？我那时候还没学，我还不知道，那时候还没学。那现在如果有这个病啊，打死我也不喝。以前不知道啊，但是有些人他也会喝，我告诉你，有些人会喝，为什么？先治病要紧，治病后有这个身体，我再来放生。他说：“你这样想，你就是你很正见。”啊，以前我喝好多锅，我妈妈就觉得，喝起来又很好喝哦。有没有人喝过？有。我记得我妈妈又知道我喜欢喝哦，我常常买，我一买就，而且我常常喝呢。啊，现在想起来只有四个字，叫做“我阿弥陀佛”。哎呀，我很早就吃素了，我是八六吃素，那时候更早啊。然后，所以这种有时候我常常讲，我们会造恶业，三个原因：无知是第一个，不晓得这样做不好，无知；第二个就是无力啊，就随着因缘，我们没办法被逼啊，就好像你自己饿没关系，但是你那个刚生下来的小孩没有得吃，不是刚生下来，就是。那个小孩有的吃快乐死了，你不得不去偷东西来给他吃，啊，那你又赚不到钱，又没办法去赚钱，所以你必须要去偷，那效果就无力，我是烦恼来了，我控制不了自己的烦恼，无力。第三个就是因缘不好，被逼的，啊，无奈，找无力，但是最多的是无知，无明，无知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改道。你不懂道理，你就经常在造恶，有人在造善事，你经常修外道，你可就修佛法。这样子，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再往下看，乃至断命。他说舍离此内，他前面有讲到，就是你没有按照正当的方法。此内是什么？此内就是前面讲的，如果你看这本经中阿的多戒经，他讲很多，但是他说我是把那个重点然后整理出来给大家讲。这个就是你用这样的方法，这是什么？内心如实知，就你的内心如实知。如实知什么？十二处十八界十二因缘，就是缘起道。有因缘世间经，刚才讲有因缘世间缘，苦是哪里来的？要怎样消灭？福报是哪里来的？智慧是怎样来的？要怎样升起？有因缘内心如实知什么？十二处十八界，十八界重点在多的意思就是这个了别认识那十二处就是我们的六根对六尘起种种的念想，起种种的心念那么缘起十二因缘它重点在讲这些就是我们的因缘苦到底怎么来？十二因缘最初是什么？最初是无明，最后是什么？六种，最后就是无明形式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病死忧悲难苦，最后是生老病死忧悲难苦。忧悲这个是辩证为爱给你求的，这个是生老病死，就是最终就是生命的悲哀、生活的苦难，这些苦都是从无明来。这个是十二因缘，那中间它是怎么变化的？跟你的内心有没有如实知有关系。好，你看，我们再往底下看所以你看这个苦忧悲恼苦好，他说你不如实知这些佛法，没有如实知缘起因果业报不如实知，然后更从外求。什么叫从外求？不从内心里面如是，比如说我要有悲心，我要有善心，我要有利益别人的心，你不从这一边去得福报，我要忏悔的心我要除烦恼的心，不从这里去消除灾难，那只是给个灯，念个咒，拜个佛，然后这个做个法，然后就消除罪，增加福报，增加寿命，让大家都喜欢你，让讨厌你的人都不见。我告诉你，这个叫做向外求。外是什么？外道、鬼神，甚至向佛菩萨求，都是向外求。因为佛菩萨也不能改变因果。佛菩萨不能改变因果，佛菩萨只是告诉你如是因如是果，你要得到这样的果，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行为，你不想有这样的果，你必须去取这样的行为，他只是告诉你这样的你不要凡事都求佛求菩萨求天求鬼神都是求这些，你不从内心上的行为去导正，去明白，我告诉你，这个都是外道，烦烦恼恼，颠颠倒倒，迷迷糊糊，过生活，你根本就不是三皈依的弟子，你是皈依外道天母的弟子，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说更从外求。所以他这里就讲到了持一句咒，外求，这个外求就是持这个咒，持一句咒有咒有一句的两句的像楞严咒有五会我最近回到世间才
跟我说，因为法师他强调，我们有一个同学啊，也很相信文殊咒，啊，我们后面再来讲文殊咒的问题啊。那他说文殊咒真的很有效，啊，而且这个有效就是，啊，他们念咒还要喷那个水嘛，念啊，有没有？要喷这样才能消灾，而且因为文殊咒有五回要喷五次，哪里是？我记得我刚去福建读书的时候，就跟我的同学辩论什么呢？辩论他说这个文殊咒要在子时念最有功德。我说佛法没有在什么时念有功德的，但是功德从心起，不从身念，不是时间，不是方位，不是我在哪一个方面、哪一个方向念、哪一个时间念、哪一个地点念。而是我用什么心来念，功德从心不从身念，不是我用梵音、古梵音、藏音、闽南音、唐音，不是身份的问题，不是方位的问题，不是时间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心的问题啊，这个很重要，这是啊，就大家都会，这个就是从外求，一样，你看，它回归到哪里？回归到内心怎么样？如实知，是从这些三恶业道因果。然后其实就是什么？缘起四谛中道，其实这样。好，然后持一句咒，两句咒，两句，三句，四句，多句。就咒有很多种，啊，当然大悲咒就有七九八个，啊，84句的，后来不知道谁又多了4句，88句，还有90句，还有100多句，有4种版本，啊，反正就是很多了，啊，那百千句咒，啊，你看这部经啊，我们要等下多看几遍，啊，百千句咒，啊，当然了，那我们早晚课念咒怎么办？平常我今天念怎么办？我们等这个讲完再来讲。告诉你应该怎么办，啊，你要继续念也可以，啊，你要换着其他念也可以，啊，那但是继续念那个心态要换，心态要换，啊，百千句咒，令脱我苦，啊，让我脱离这个痛苦。你看，咒就是习真怀诸，这个气就是脱离痛苦，这个痛苦原因是人，原因是人事物，然后类似像诸处啊，诸灭消除，那这个也是这个主要是的，这个主要是苦啊，这两个都是啊，那这个是增加的啊，这个是人，这个是人上的诸，这个是人上的苦，这个是一苦上热跟事上的啊，那么苦跟热。令脱我终无是处，没有这个道理，不可能有这种事。是处就是有这样的道理，无是处，无有是处就是没有这样的道理，终究没有这样的道理。那凡夫呢？凡夫会相信，愚痴无闻的凡夫会相信。我们虽然是凡夫，但是我们有正见的话，我们也不会相信。就好像你说你现在告诉我啊，你煮一锅呢蛤蜊汤会让我身体健康，我不相信这种道理啊。然后一样道理，中午是煮，没有这样的道理啊。是，他后面还有讲啊，是苦，求苦即苦，去苦苦尽者，中午是煮。就是说，你要去除掉这个苦，这个不是正确除苦的方法。就是说，这个不是正确除苦的方法，持续做两句咒，不是正确，因为苦即灭道，苦即又回到四谛了啊！你看，所以佛法四谛很好用，四谛缘起，我们要常常用。解决方法都要依四谛缘起，四谛是很的说明，缘起是比较细重的说明。四谛是纲要性的说明，缘起是详细性的说明啊。你看，所以苦
我们要离苦。那不管是怎样的苦，疾苦、慎重苦，甚至是小苦啊，小苦我们就不管它啊，比较大的苦我们比较积极去解决。你一定要找到点点苦因啊，你并不是因为没有受这个咒产生这个苦的，所以现在受了这个咒，这个苦就会消除。如果你是因为没有受咒，你才有这个苦，那么你当然受咒的消除，因为它是苦因嘛。但是并不是因为你没有受咒才有这个苦的，所以你不可能因为受了这个咒你会解决掉的。就好像你是因为杀生你多病，所以你要不要再杀生，那病情不会加重，但也不会就马上好。除了不杀生之外，要做什么呀？护身。其实要这样。所以啊，后面我们再来讲药师咒的问题啊，点灯的问题啊，这个后面再来说。我们要说的问题太多，要解的问题太多啊，一点一点来讲啊。好，那中午四处，所以苦集灭，灭就灭这个苦。问题是你没有如理思维，不知道苦因，不知苦因，你只知苦，你只知道我在受苦，你也想离苦，这个是一般人的。我知道我在受苦，我不想再继续受苦，我想离苦，这个是普遍人的希望。但是当你不知苦因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用正确的方法来灭苦，那你就灭不了苦。可是多数人是这样，灭苦的方法是错误的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所以中如四柱，这个是中阿含的多戒经。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本经。能除一切苦，你能看到？但是你知道，你只知道要除苦，但他不是说这个咒会除苦哦，他不是，他是说波云智慧要除苦哦。但一般的凡夫是以为咒在除苦，不是啊。他所以他告诉你，这个才是真正除苦的咒，就是智慧，只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上节课有讲三摩。六礼六方，真正的礼拜六方不是礼恭敬啊，而是你要孝顺父母，奉事师长啊，你要供养三门婆罗门啊，你要照顾家庭啊，这些啊才是真正的让你幸福的方法啊。那不是保持那个福田母居家母啊，那么这些不行，而是你要照顾家庭啊，你要供养三门婆罗门啊，你要坚持做这种东西，才是让你幸福快乐的方法。一样道理，不是在那个苦，而是在智慧。好，那么现在另外一本啊，我们讲佛陀时代，针对因为佛陀时代持咒非常多啊，吠陀文化里面本来就重咒啊，他大伙会有重咒啊。那另外一本叫做也是重啊，叫做《土地经》啊，一个土地比丘，土地。那这个是多戒经，我跟他乱讲的啊。那这个土地经是跟土地比丘讲的啊。他说：“奴等火生生整万。”生慎重苦，生慎重苦，乃至命断啊！你看，乃至命必断啊！乃至命必断啊！快死快死！舍此更求万啊！一样。就是你不去关照因缘。
就像叫苦因是什么，苦业是什么啊？去断那个苦的相续，烦恼的相续，业的相续，恶业相续啊，就是我们要因为烦恼啊。所以印顺老师也有讲啊，大家都要除灾，都不知道除烦恼，但是灾是一种果报，是从烦恼来的，灾是从业啊，业是从烦恼来的。烦恼造恶业，恶业成熟受苦果，受苦果形成我们的灾难啊，灾苦。那么大家都要消灾免难，大家都要消灾免难。最常见的就是啊，那写一个台碑啊，消灾免难啊，那都要消灾免难。然后诵经念佛就要消灾免难，都不晓得要除烦恼。因为你烦恼不除，你就恶业不减，恶业没有断下去啊，恶业相续，它相续做，那么它就很容易成熟啊。所以你必须要断下去，除烦恼，不生烦恼，不能不生烦恼，那么就要减少啊，然后要断下去，业恶业要断下去，烦恼要断下去，烦恼要断下去，不要一直起烦恼，因为一直起烦恼就很难不造恶业。造了恶业，一直造恶业，就不太可能不受，就是这样子的。那你要从根本解决，你没有求佛拜佛啊，你不管你开慧力的多大智，我告诉你，舍此更求啊，莫能除苦。不管你咒语念得多精进，念到一心不乱，我告诉你，莫能除苦，无有是处，千百句。百千句一样啊，所以啊，你多数的佛教徒都知道要消灾免难，但是都不知道要消除烦恼，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么他说舍此更求啊，这个此就是底下的缘起啊，无名缘起。这个词一下啊，就十二因缘啊，就是我们要凡事要观缘起，有因有缘世间起，有因有缘痛苦起，有因有缘烦恼起啊。那最重要就是无明，有智慧生。我就前面讲的，一切皆有智慧生，那一切皆有一切生，不同智慧生啊。所以就是你从不明事你开始，从不明事你开始，不明因果开始，不知善恶开始，从这里开始。既然是从这里开始，就是从这里开始解决。所以无明到最后怎么样？忧悲恼苦，就苦啊，是舍此。舍此，你不从因缘上去管，不从缘起上，不从苦集灭道去解决啊，舍此更求啊！啊，看这个生命啊，更求啊！啊，然后。佛有沙门啊，一样。然后我们讲，他说，佛有没有这件事啊？佛有没有啊？沙门，沙门是很多啊。佛教是沙门团里面的一个啊，其他的沙门也是修道啊，都修道叫沙门。梵支啊，婆罗门是梵支啊，当时有所谓的沙门、婆罗门。沙门梵支持一句咒一样，两句三句四句，两句三句四句百句，那么持此咒令脱我。那我们现在不只是令脱我苦，我还要持这个咒令脱他苦。你自己的苦都没办法解决，你还能解决别人的苦啊？那就更怎么样？更不符合因果了。就是我持这个咒，能够让这个人痛苦消除，啊，就变成这样。你都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痛苦消除了啊，那你还能够让别人痛苦消除？因为别人，如果他自己不发心、不忏悔啊，不修善改恶。所以《演义经》也是这么说啊，啊，修身、修善、修心，你要自己修啊，你不可能别人修给你啊，你也不要靠佛菩萨修给你啊，
啊，那这个是你要解决，就是比如这样，就是怨憎苦。那你要怎么解决怨憎苦？你帮他受作，帮他回向，不是？你引导他修善、修身、修心。你以智慧引导他，你以慈悲不断的摄受他，啊，然后布施、爱与利息同时摄受他，然后引导他怎么修善，而不是你修了回向给他这么好。那诸佛菩萨都会回向给我，违反因果业报的，啊，念多我是为求苦喜苦得苦尽的，啊，他说这样的人，啊，求苦喜苦求，啊，这个求啊，苦喜苦就是苦集灭道，这个喜苦就是带着方向苦集灭道，啊，苦因喜苦求苦喜苦，那得苦尽，他可以面对到这个苦吗？得苦尽，他不知这个苦因，这个不是因嘛，但是他非因即因嘛，其实啊，得苦尽，比丘达也不远十足，不远十足，就是佛陀问这个徒弟比丘，假设这个人生病，生很重的病。然后他病，他要看他皮肤是怎么样生病，在吃药啊。然后他没有，他不去观察这个病的病因是什么，他只是念几种，像现在很多种啊，我们就说啊，有很多人种啊，这个什么样都有种，治蛔虫的种还有啊，治痔疮的种啊，治什么样的种都有啊。那你念的这个种啊，那你就能够出这个病。病因不是因为你不吃粥，病因是因为有病毒，你要防范这个病毒，我是要让这个病毒消除。如果你们这样做，你单单念这个粥，你要求这个苦喜苦得苦尽，明白吗？啊，就你能够让知道这个苦，然后可以尽，明白吗？明白吗？那么这个是《阿含经》里面的，好，中阿含啊，强调。这个持咒其实不是解决问题的万灵丹，啊，那后来就会觉得你持这个咒胜过你念多少经，胜过你念多少佛，啊，以前老师讲以前我里面念完经之后还会加个什么咒，可以增加福报几百倍、几千倍，哇，觉得不念太可惜了。后来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啊，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好。那这个是《庄阿含的徒弟经》跟《波戒经》。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是佛时代的，基本上是这样。那我们说，在佛陀时代，那么很多比丘其实都是啊，从外道进佛门的，那么他们已经有持咒的习惯了，所以在佛陀时代已经开始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杂阿含经》里面有一个叫做防舌咒。开始有一些咒，因为他们习惯了，但事实上你们有蛇又害怕，又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就开始了所谓的防守，在外面念的都比较安心一点。那其实真正的防守咒是什么？在阿含经里面，慈心观，其实就是我们大悲咒，大悲心起大悲咒。我们后面再来讲大悲咒、往生咒、药师咒。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真正的大悲咒是慈心观，就说你面对什么，你慈心摄受它。他说以前的人没有嘛，然后他有习惯念这个防舌咒，啊，习惯念这个防舌咒，所以有一些比丘在当时他在深山里面修行的时候，他就会带着这样的防舌咒然后念，所以你会发现大部分一些他就在杂含里面他允许这样，啊，那杂含。杂含经是有部的经的，那到了部派，这个是佛陀时代，其实是不持咒的。他讲的很清楚了，有弟兄都对去讲的很清楚，啊，他并不能除苦，啊，习真怀诸这个作用其实
习其实它并没有办法让你有这个作用，而且就算有作用也不大，而且会有副作用。这啊，这个龙树不再有讲，我们再说。那到了布派，这个是佛陀时代很明白的讲，禁止持咒。到了布派时代，佛陀在的时候，就有一些佛弟子就已经也是会把这些带进来。到了布派的时代，啊，你说法藏部，释迦利就是法藏部，大众部，他们都立五藏。那么法藏部，它立五藏，五藏，一般我们讲三藏，三藏是什么？经律论，三藏是经律论。那经主要是阿含经，三藏之外又多立两藏，都是五藏，他们都立五藏，一个啊法藏部是立，一个是杂藏。所谓的杂藏，就是在结集的阿含经跟律仪之外，其他的也后来慢慢结集出来的，都变成杂藏。就是在这之外的也结集出来的啊，就是啊，在这结集之外，有人说我又听佛教讲，我听佛教讲，又结集出来。那么这些你要把我加进去，就另外立藏，叫杂藏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咒藏，你看。他就立杂藏跟咒藏，还有一个是咒藏，就是把这些咒，所以已经是收集当时有一些比丘，这个比丘以前都是婆罗门佛沙门来的嘛，然后他们本来就持咒，就把这一些也列入啊，把，但是他有分哦，就是有只有少数允许有防止咒啊，比如说生命病或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情形。他有一些咒，他只少许允许而已，他不是所有的咒都允许。但他到我会，我有很多咒，非常多的咒。啊，那他只有少许。那你这些是允许你持的，那么你在这些外持其他的咒，犯戒。他其实还是这样的，就是他有一些开源啊。啊，好，那大众部啊，你看到部派，那你他就发现到咒已经慢慢。到我们现在咒，我就说已经变成水血跟肉了啊，在密教里面它已经变成土跟水了啊。好，那么大众部是比较接近大圣的啊，就是他的思想比较，他一样三藏之外，他一样立五藏啊，就是他有结集啊，有一些啊全部放在一起的。那么一个是菩萨藏啊，菩萨藏类似像杂藏，但是他是讲菩萨道比较多啊，菩萨藏。另外一个也是咒藏啊，就持一切名咒藏啊，就咒藏。你看，所以到布派的时候，其他的布派可能多多少少有。那你看法藏部跟大众部的时候，已经有咒藏，就是有很多把这些你平常会持的咒集集在一起了，已经会了啊。像我们那个毗卢游里面啊，那。这个大小辩舌、当心众生、其他众生、宣主觉法、安恒不投的咒啊，比如说像这样，那后面就一个咒啊。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那这个其实是为什么会这样啊？那你看他报布派的时候已经是这个样子啊。好，那这个是所谓的咒。那般若之所以叫做咒啊，这前面有讲过了。就是其实它是用，即是以智慧来代表这个咒。那部脉里面也有提到一个类似像波尔斯咒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我们来看，他说啊，这个出自根本说一些有不平安啊，有不的律跟有律，根本说一切有不平安的，这叫根有律啊，说有律，根本说一切有不平安，平安也就是律。好，就是这一本律。那这种律，他说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紫微城有一个婆罗门啊，那么他非常很厉害持咒，那么持咒会感应的什么？确实也会。
持咒会感应鬼神啊。那么如果你能力大的话，也可以支持这个鬼神帮你做事啊，类似像这样。好，那他说他并不是信佛的啊，不是佛弟子，不信三宝啊，他相信这些鬼神的，就是外道。那么婆罗门他也有啊，也有这样的沙门里面也有一些也容易持咒。那你说过来中国弘法的这些组织大德里面，有一些也很会持咒啊，比如说大慧大师的师父佛珠城啊，咒术也很厉害，咒术也厉害。你看那个密教里面的168，也很会持咒啊，甚至可以驱使这个鬼神去破坏他的庄稼啊什么呀啊，也会啊。那么这些咒术本来因为鬼道众生鬼神，那通常这些鬼神基本上就是鬼跟神。神就是接近天的夜叉，夜叉有夜叉座，比沙门天王就夜叉，他底下有的天兵天将都是夜叉，啊，他也有咒啊，也有这些的。那你能够驱使的鬼神，基本上都是比较有力的鬼神啊。那些恶鬼，他自己都顾之不了，他也没办法帮你做人事，通常都是有一些福报、有一些功德的。那么这些人其实以前可能也修道，但是没有正见，所以他也有一些福报啊，但是他。又四天飞天四人飞人啊，大概就这样啊。那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把证件弄清楚哦，我告诉你，你很可能以后你也没修福报，啊，偶尔也持戒，你很可能就是要差成啊，就是四大天王底下，尤其是毗沙门天王叫天兵天将，啊，我告诉你真的啊。那么，所以应该要就是我们第一个要把我们的证件先建立起来。那他说啊，他说话这个。有没有时间来给我看一下？有时候我讲讲啊，讲到十二点半还在讲啊，我就不知道啊。他说有这个婆罗门非常容易非常会持咒，但是他不信三宝，那么常以咒力驱策鬼神，就是他在外面咒，然后请鬼神帮他办事啊，啊，就有一些小鬼啊，那会有这种事，确实也会有。外道也很厉害的啊！他说：“令其驾车随游。”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哦，这个人他以前的车是马车啊，马车都是马车。然后他让鬼神帮他驾车啊，他确实也可以游啊，可以啊，游可以做很多事啊，鬼神可以做很多事啊，但是要。你依赖他，他依赖你，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家有投影，讲到家有投影啊，那这个家有投影，他家有投影其实教化应用，他教化守卫城999家，镇阿罗汉。第一千家的时候被杀死，啊，教化第一千家的时候被杀死，啊，他死的比目犍连还惨。木剑也是被外道拿棍棒，拿那个木杖。外道婆罗门出门，婆罗门出门都会拿那个木杖，持杖外道被打死，围起来把他打死，啊，打到血肉模糊，他用神刀割回来，搞罗库摩罗甲，他要命了。那迦罗陀比死的比他还惨，他是以前是60外道里面，不是60外道，六群里就这么一个。然后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有一点点对不起佛教，啊，破坏佛教什么。那也不是什么大的事情，所以他就发愿，他将功赎罪，要度一千家，所以他度了第一千家的时候，啊，被人家杀死，啊，反正他的故事你们都去看了，他就是那个居士非常的故事家的，然后他告诉他的家人，就是以后我死了，你们一直要。供养啊，就是初一十五啊，就是一个月有固定的期间，一定要请迦罗陀比来家里供养。这个规矩不能化，因为他是受迦罗陀比教化，然后好像正出国，然后他就告诉他的儿女，以后我走了之后，因为他在的时候他会固定请他来供养，以后我走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按时按月要请迦罗陀比来家里供养。然后后来他走了之后，那么他的因为爸爸信佛，不是不仅信佛啊，
那这个他太太不一定信我啊，所以他走了之后，有一天啊，好像他的，不要说他的太太，还是他的媳妇、儿子的媳妇、儿子的媳妇那种啊，那没办法，这祖先有交代了，他请他来供。但是那一天他刚好啊有外遇了，有外遇。那那个男的哦，那就好像他的太太是他的这个儿子的媳妇，不晓得嘛，反正就是有外遇。然后怕被家里有头领看见，所以就密谋把家里的头领杀害，然后骗他去，就给他吃不好的东西，让他拉肚子。然后去厕所的时候，男人在厕所拿刀把他砍下，头就掉在厕所里面，身体就掉。然后家里的头领是有神通的，他就用神通挥回来。然后跟佛陀告假，然后就这样，死得比目前还要惨。但是对阿罗汉来讲，这个没有什么，他一点苦都没有，他也不会起烦恼啊。其实这样的。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迦叶罗尼，他是教化第一哦，教化众生说法第一的是佛陀吗？不是，第一的是迦叶罗尼，但教化第一的是迦叶罗尼啊，教化众生很厉害，这很发心啊。不但到处去教化众生。好，那么迦楼陀尼就看见这个婆罗门啊，这个犯子的这个婆罗门，他是婆罗门，然后他会持咒，然后而且持的可以驱策鬼神，听他办事啊，这算很厉害。然后他就看见这个婆罗门善根成熟，在阿罗汉哦，有时候他有神通，他会去观察这个有没有善根，像佛陀去度三家僧也是这样。他跟三家僧、三根成熟去度化他，主动去度化他。那你要做教化，第一个是主动的，叫做叫这个维摩诘经叫做众做众生不请之用啊。你不用请我，但是我发现到你可以度化，我就主动来度啊。那我发现到你没有善根，我就来给你做善根。我发现到你有善根，我就来让你善根成熟啊。那这个不容易哦，我告诉你。这是不容易，做众生不请之愿啊！这个不容易，这个老实讲，我也做不了。你不请我，我受不了。哎，这个这个很花心的，我要知道。努力来，哪里想你啊？啊，这个事情不容易，但这个要到菩萨前。那他就这个迦楼罗尼就看这个人善根成熟啊，就拿着衣钵。就去到，就知道这个人什么时候早上，他每次要去办事他就念咒。他那个马车没有很多，是用鬼神帮他驾车，啊，所以他就看到他在受咒，因为他知道这个都有神通，他知道，他就看见这个婆罗门在跟车走。这一天早上，他特别到他家门口，然后他已经车准备好了，要念咒要出去了，然后。家人都有神通吗？他知道，第一个他知道这个人善根成熟，啊，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出去，在就这个时间段，然后他就念家人陀语，不是念咒，家人陀语就是用神通力，让这个人妙计想要上厕所，所以这个人当要出门要念咒啦，叫这个鬼神，你看他已经驱促这个鬼神要帮他，已经念咒叫这个鬼神帮他驾车，可是忽然间妙计。家有头领死的，然后让他尿急，所以他就赶快又进去里面上厕所，小便了啊。然后上完厕所的时候，他进去的时候，他已经念咒，那个鬼神要帮他下车了啊。但是他让他尿急上厕所，他一进去上厕所的时候，家有头领就把那个鬼神放了，他有神通力吗？就因为他会解那个咒，解那个那些让他在从他那做事，加油头领就让他把那个鬼神让他走掉，啊，就解他的咒了，让他的鬼神走掉，当然他不是念咒了，他是用他的神通力，就让他的鬼神走掉啊。那么这个时候婆罗门来的时候，婆罗门上厕所来的时候，哎，念个咒，哎，车不动了，车不会动，车不能动。然后，那不断送，一直送，一直送。以前只要送，他就走了，车就自然走了，就好像我们驱油的，就是打踏油门车就走了，踏油门车还不走，啊，又有了，那鬼神不在了。所以怎么送怎么送，反复送，车都不动。那后来就看
哎，奇怪，今天是怎么回事？就看见迦勒婆围在那里，他觉得一定是这个沙门搞的鬼，所以就下车，你看坐车要走嘛，就走过来说，因为其他没有其他的人啊，就迦勒婆在那里、啊，说是不是你搞的鬼？一定是你把我的咒解掉啊，所以鬼神跑了，没有鬼神啊。所以我现在要出门办事，平常我都念这个咒，他就把我载到哪里？那你现在我没有办法去了、啊。那么，所以你要派一个侍者来帮我驾车，不然你破坏我的事。我们要出门办事，那个事啊，我当一个上个厕所出来，你就把我的咒解掉了，把我的鬼神放掉了啊。所以，这个迦勒婆也就拿他的钵，他持一钵嘛，早上。然后陈一波说好，那么因为他也不否认嘛，是他把他的鬼神放掉的啊。他说好，那你要叫我帮你找个侍者啊，他也不可能帮他驾车啊。我这个波当你的侍者，他不是有个波吗？啊，我这个波当你的侍者。那个婆罗门就说，你这个波怎么可能当我的侍者？他怎么帮我驾车？他又不是鬼神，又不是人，这个波怎么有办法帮我驾车？然后他就说：“我这个波可厉害了，你不知道啊，比你那个鬼神还厉害。你只要随你所愿，睡无所愿。你这个念佛修行，提高我见，随无所愿，睡无所愿，不管你念什么，他都会应验。”你念什么，他就随你所念。睡你所愿，你希望他有什么，那个波就会现出什么。这个波可厉害了，那不是普通的波啊。所以不然你试试看，你叫他帮你驾车，他也能帮你驾车啊。那这个波你当然不信啊，他就说好。那么我现在要五波啊，什么什么。他一念，那个波里面就现出很多，就种种波啊！他要珍珠玛，那个波就现出珍珠玛。他就心里面想到说：“哎，这个咒这么厉害，那你能不能把这个波给我？那你教我念这个咒啊，然后能够让这个波能够满我一切所愿的，那比他那个咒还厉害啊！”他就这样念，那么。这个尊家的头就跟他讲：“我这个波中明咒，大家说波中明咒，波中明咒，不随便给人的，啊，不随便给人的。那么就是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波听我的话？他说我这个波中明咒不随便给人的。那么只有三个条件，我才能把这个波中明咒传给你，然后你可以满你所愿要做人事。”他说好，那你要哪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你要用一个相等的咒来跟我换，就是可以把一切给你咒，他没有，他就只有这个咒而已。如果有，他哪里还需要他的咒？不需要。所以他说，第一个你要用一个跟我一样啊，可以把一切给你咒来跟我换。第二个，你要用你家所有的珍珠玛瑙所有的财宝来跟我换啊，但是他也没那么多了。还有多大的珍珠财宝怎么样？他也不可能，因为这个家不是他一个人而已，他给了他全家都要的呀，所以他也不行。然后第三个条件是什么？第三个条件就是你要给我做侍者，要听我的话。他说这样，好像只有第三个我可以给你做而已啊。好，他说好，那我可以给你做侍，我怎么做你的侍者？我是出家的，你做侍者当然可以跟我出家啊，做我的徒弟嘛。他就说好，好，那么为了得到这个叫做如意神咒，波中明咒，就是如意神咒，可以如意千里的如意神咒，这个波可以有，他为了得到这个咒，因为他已经念咒知道这个咒可以帮他放点东西，但是他念那个咒，顶多就是帮他驾车而已啊，他也不能让他如意千里啊，明白吗？所以他就跟他说，好，那么你来做我的徒弟。一阵子之后，我就传给你这个如意神咒，波中的如意神咒，如意波中明咒。那他为了求道，先求这个如意神咒再讲啊，所以他就真的出家做他弟子。
那弟子的时候，他告诉他，你在做我的弟子得到这个如意神咒之前，你要先受三句咒。哪三句咒呢？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就这是这三句咒，诸行皆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真寂灭。就是三观，你要念这三句咒，要天天念一遍、两遍、三遍，用五加六七这样念，要常常思维它的道理，不是念而已哦，还要努力思维、硕硕思维、专精思维，就是要念咒啊。但是我们念咒是不想道理的，但是你念这个三句咒，你要想道理啊。然后所以你，他还告诉他，你念完了之后，你要专心念，念完了之后要想他的道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后来这个人为了得到如意神咒，就很专心，受诸行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真寂灭，就这样想，一面念一面想，一面念一面想，过不了多久就证阿罗汉。所以这个是般若是大神咒。是大能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真实的事。不怕的时候，他就讲这个来讲。因为时间差不多到，今天只能讲到这里，看看还有好几堂要讲啊。就是我们后面还要讲药师咒啊、大往生咒啊、大悲咒啊、人人咒啊这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要怎么念？你看，不怕的时候，他就在讲这个是大能咒。其实，那真的是咒的力量，是什么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心有智慧的力量，其实呀，这个就是般若是大能咒。那你不要变成都在念那个嘎爹嘎爹哇嘎爹了，不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后面再来讲这个东西，因为时间大，大概你就先讲到这里。那后面还要解释什么是般若女，什么是咒。那叫师咒、往生咒。那大悲咒、念咒，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再讲一下。好，法师一问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